飞扬，到。王子他现在非常紧张，作为战友，你能不能给他鼓励一下？怎么鼓励啊？你想怎么鼓励就怎么鼓励。那我亲他一下，亲他一下行。什么？我没意见。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把我打死吧。我真不知道，这突然难到我了。打死我吧。王涛，别笑了，马上就要上战场了。要笑回去再笑。王子涛，哥，你还紧不紧张了？